乖乖，那个鸡骨一起丢下去熬啦。不要，我那个已经下去了，我不想要下去。没有啦，不要浪费，这个汤才会好喝啊。没有，已经放很多了，我真的已经要满出来，我不要。你那一锅也不够50个人啊，60个人。阿姨说那一锅是够他们这样，他就煮一锅而已。你确定？欣赏一下艺术品啊，那OK吧，OK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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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生，冰在冰箱就好了，放进去冰箱就好了。鬼鬼，那个鸡骨一起丢下去熬啦。不要不要，我那个已经下去了，我不想要再。没有啦，不要浪费，这个汤才会好喝啊。没有，已经放很多了，我真的已经要满出来了，我不要。你那一锅也不够50个人啊，60个人。阿姨说那一锅是够他们这样，他就煮一锅而已。就不要给那么多就好，我不要那么多骨头，因为等一下我还要捞出来。没有啊，一样捞出来。等一下你那个汤最好拿一个东西把它过滤出来。真的，因为那个刚大头菜下去很多了。先不要了，好不好？你先弄你的，我们就处理好一个事情就好。哎，这个鸡骨是不是要赶快煮了？没有，我刚够了。他觉得够了。嗯，真的、啊？真的、啊，华哥在汤王，你看他不听我的话，他就觉得他不想下去。你要不要劝劝他几句？煮汤的高超技巧，我是觉得他应该要拿下去熬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还是你劝劝他。哦，没关系，他华哥，你帮我劝劝他。他不听我的话。不是，他是主厨，要听主厨的话。我只希望他的高汤可以再更浓一点，浓郁一点。不是因为我在分析，因为那些如果不用掉也是浪费，也是丢掉。真的，没关系，不用叫他劝。那我们另外煮一锅。那我跟你讲，华哥，你用那边，你再煮一锅汤跟他 PK。没事啦，没关系，我不想要现在要再放一个生的下去，我已经滚很久了。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这个可以煮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煮完以后你觉得那个汤不够浓，再加。我不想要生的跟生的弄在一起。对，分开煮我可以放，但是你要我现在放生的，我就。看，那你们达成共识。对，这是可以沟通的嘛？你确定你有跟我沟通？你当初没有跟我，你叫我放生的、欸。我没有叫你放，我是叫你要先拿去，这个要先过水。你刚刚没有说。你刚刚那个生的鸡骨，你有没有直接先烫过水？我当然有烫，所以我才不想放生的下去、啊。没有，这个也要烫一次才能再下去、啊。I know。我知道，你可以跟我沟通说可以先煮熟再放汤，我就会听。但是你刚刚的意思就是叫我放生的，好好好，我的意思是这样。又吵架，不错啊，很棒，很可爱啊。嗯，这就是厨房的沟通。我们来看华哥要怎么煮汤。没有，先把它过一下水，然后再把它倒掉，然后再来慢慢熬。那这个一定会浓。